狗天豹，你这个叛徒！猪油界的是我。狗兄，怎么一个人坐在这里啊？进去坐吧，外面风大。你现在是猪油界的英雄了，我是狗熊，我是叛徒。我崇洋媚外。 其实你这样做是想帮猪油街的街坊，我是明白的。你不明白。如果当年能及时的找到一家洗衣馆，我把霹雳火也就不会死。我就是想开几家洗衣馆。 有错吗？没有错。学习洋人的长处没有错，只不过咱们也不能忘本吧。你懂什么？我就是不懂。猪油街满满都是高手，他们偏偏不相信武艺，还怀疑自己一身武艺。那是因为他们不相信武术，他们相信技术。就算全世界都不相信。 姑娘，严姑娘，啊，这怎么了？你可算醒了啊！上次的事啊，多亏了你啊！这可是我腌了8年的鱼干，嘿嘿嘿，送给你，我补身子。这是俺家腌了几年的咸菜啊，还有我攒的鸡蛋，我的蛋，夹的。那怎么好意思？还有波仔玩了9年的小木马都送给你了。啊，波仔。 你不是才7岁吗？我爸爸也玩了2年。哦，是是。哇，这什么玩意儿啊？嘿，你瞧不上我的鸭子了是吧？我告诉你，鸭能生蛋，蛋能生鸭，过不了多久，你就是我们全猪油街最大的鸭王了。这样你还不高兴啊？能当鸭王当然高兴了，只不过呢，在下还有一个。 什么不情之请？能教我一丁点功夫吗？啊，说嘛，可以啊。这铁砂掌啊，讲究的是削杂劈块、铲挑刁钻，而基本功最为重要。 你要想练成铁砂掌第一步吗？就是让我帮你洗完这一大堆的衣服吗？小子，我现在教你的可是铁砂掌绝学，能不能学到就看你自己的问题了。洗衣服能练成铁砂掌，练手。起来！喂，你干嘛？过来。 听我口诀，
销魂手讲究的是阴阳调和，血落无化血，气沉丹田。左转一，左转半，左旋右旋天地旋，左煞右空平地旋，左手阴阳为上旋，右煞左空复为旋。啊哈！啊哈！啊哈！哇！右转一，右转半，左右转一不为一，同通玄窍为太一。啊哈！啊哈！是不是看上他了？别瞎说，我给你做个媒，是不是找打？没袁姑娘。哎，叔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叔，几天没见，让我婶儿又给榨干了。我告诉你啊，狗急历史，波仔，你太调皮了，你知道吗？叔，你找我什么事啊？刘远巴给的安神香还有吗？这几天晚上睡不好觉，白天没精神，还有吗？再给我点儿安神香。大人。夫人，该吃药了。你每日差事如此忙碌，就不必为我担忧了。你放心，小翠每日都有为我服药。这西药虽见效，可是夜里总是睡得不安稳。小翠啊，去把安神香点上。是。来，夫人。七年。这安神香里到底是什么呀？为什么我最近总是越来越离不开它了？谁呀？谁呀？狗天宝，别闹！刘远巴害的。刘远巴，都是那臭小子送的安神香。什么安神香啊？那就是鸦片。我们发现的时候，早就已经上瘾了。鸦片。